美萱，你怎么了？美萱，你怎么了？美萱，没事的，别紧张，一会儿我会帮你的。谢谢。朱韵，到。 差不多行了啊，我还能给他200分啊。教练，谢谢教练。下一个，开心了吧？还行吧，他也就比你厉害一点。 下一个，李寻，来吧。 可以啊你，我还在想李状元要是挂科了，面子会不会没有地方放？你怎么了？哎，李寻，你怎么了？李寻，你怎么了？李寻，李寻。 他这个是老毛病了啊，一度二度的时候呢没有处理，所以现在就越拖越严重了。如果再不管的话，连路都走不了了。这样，你明天早上9点钟的时候呢去找一下王主任，把这个片子呢给他看一下，看看需不需要手术。